恁会当，因为哦，其实因足无用的啊，他会很临时接到电话，我们没想到他会愿意，因为本在甲我讲无爱，到尾就闹起来，拖拉出来。啊，这不是我先说，是马先生的，公斤呢？他们也不太会行销，不好意思。那个我看人家是说里面有报道的，都叫他要认购，有没有？他也没有。迄个我等下喊你久啊吼，我收到这份是迄个香华吼，总编辑香华伊妈妈提给我，伊妈妈为着要提这份给我哦，叫我派伊怎讲，你稍等下，我要转去处理一下看看，结果等半点钟。才还没讲到的，讲到的结果就是讲，啊，你有收到这份无安尼啊？啊，你后甲我讲，啊，阮女儿即嘛嘛入去内底啊，但是那会，阮查讲要帮忙啊，变总编辑，是安尼，啊，伊咧甲我讲这件事，所以我就会感觉讲，欸，也不错这样，啊，所以就为这个过程开始。哦，哎，哦，是好笑，啊，你有要引言无？这一群人真的很不简单呐，啊，所以我是这个过程内底有因啊，真无简单的。啊，你想要你家己出牌哦？对啊。想下嘛，你嘛要是你小人物吗？对啊。哦，好。你个镜头爱提起来。好。我原来讲啊，有人会寒要啉一下红酒哦。对啊。会使嘛？好动的诶。后壁会紧来啊，传上杯，但是无上大杯要了。好啊，好啊，吼。我的相机也是。啊，这项的，这项的，恁的，恁的都甲收一下。好。等下无点只有人过来，所以会使坐。啊，这伊的名片拢准备用家家体啊。这大师，这奥利。所以，也多未讲完，所以我摕到这份刊物哦。是昨日，昨日才摕到，所以摕到的时阵，第一件代志就是，我不管安怎，我紧瞧，即礼拜三看会当怎互伊来讲一下安尼吼，啊，所以就促成一天的，看起来不是很大场的正式发表啦吼，其实因已经算真袂歹的过程，那我想咱大家莫客气，恁若还袂摕到刊物的吼，大家家己，你来摕一个吼，会当看。啊，一本一百尔，今仔日卖无出日子哦，咱拢甲买起。哇，这样行的啦。前面。好，那其实因小人物吼，要出版的时阵，啊，迄当时我有来开讲几页解。啊，讲真嘞，我是一直真无赞成，因为吼，册店。开十三年来，唔知卖过偌济有趣味的杂志，但是卖无几期就结无，乌无翘起。那咧拍电动玩具，都证书安尼。那迄所以我当时咧甲你问我，你讲你讲好啊？啊，我唔知因是唔是今仔是要来讲直播，就是创刊号都结无。哦，无好安尼，应该是袂啦吼。大概这代志用一人出一万，应该咱都活咧六期啊。吼，那这个过程内底，我相信真有挑战性，讲艰辛吼，讲艰苦，其实是无法度形容。那我想这是有一点啊，和我迄当时开册店的心境是差不多啦吼。我想我即马真正老啊，无法度想象，我即马拢苦劝人爱踏步放慢。啊！我即马重新搁咧为因身上咧思考，我迄当时像因安尼年纪的时阵，足侪好朋友苦劝我卖开种册店，伊感觉开就是倒。吼、哦、啊！所以迄当时我会记印象上深，迄当时杨维书嘛第一日甲我讲，讲这册店开无三个月了。我开门的时候，招伊要去甲我看，讲免看，等你三个月后也无倒，咱再来看。
我无啊，进去看是加伤心的啦。我唔知影这份刊物当咱摕到的时阵，敢三个月啊？那伫这过程内底，我想，其实希望今仔日有一个期待。我当然等下着看，吼，因的这个发行者孙大祥，伊安怎讲？我真期待讲，搁安怎艰苦吼？因我唔知影伊即马大几，伊即马大几？他大二。他大二，啊，欧弟啊，欧弟大几？拢大二啊，我顶大一，安尼会使啦。大二会当拼到大六。谢谢。啊，大一会当拼哦，安尼都六七年无问题啊。哦，你都你看是安尼，你看会当升到到研究。啊，你后过去哩，就变研究所，研究所是不是？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伊就开始会思考、计算，迄、那个价值观开始会无同。我想我家己都安尼哦，我你看我21岁开红叶书房，迄真正是风雨唔惊啊，风雨无阻的啊。哦，迄、那个相都甲我讲会倒，我就感觉无可能，少年人咧做代志，跟咱无同。了后，这第二，我感觉我一定有上迄个无同款的人脉，无同款的策略，无同款的迄种创意。所以人都甲伊讲要倒，咱愈袂倒，所以。迄个第一年22岁、23岁的时候，感觉要倒啊！已经支撑袂住，因为几人连续三年无薪水啊，结果果然啊，迄年我就去兼足侪工活，开始我换足侪头路的，啊，派报，啊去做达美乐夫，我达美乐夫早唔知伊怎么个认识我，我较早拢台语咧讲的呐。迄个，请问你咧加气势，还是咧加加话？我所以这次为了要出去送，你发现对家己无啥物呐，所以为着要安尼，迄个打美咯，我爱出去送，毋是为着去八块银。我送一份披萨，毋知怎么去给，送一份披萨，为着加八块的薪水。然后，迄个买啊，可以做啥？做迄个帮人送迄种盆栽，起码迄个叫阿凯，起码去煮。去一迄个闽南中正大学头前开一间签名会馆，迄歹势，迄就是较早我的金主，哦，即马看起来感觉比我较白哦，这嘛是啊，一山比一山较惨，哦，那迄当时我就是一直感觉唔相信，然后尾啊只好一直兼差，啊一直兼啊，才到今嘛，有机会，哦，才小块当两只小转一下安尼吼，所以迄过程中我相信。这是一段真困难、坚定，但是讲起来嘛，值得行的路。啊，这在场的你，我相信你每一个人在当盘算，你有偌济勇气讲，无来出一份这個。我想这个真正是，伊是各种彩色版的，我要收这個。当然，等下在当门口买金鱼安怎来？是用平用挂的，还是讲因为那个劈腿较侪的吼，啊，都拢有两家。我这是少林寺的梁家哟，梁家不是贵啊吗？贵就贵啊，哦，三弟，啊，所以一个过程内底吼，我收因有真侪过程，甲美甲甲经验，但是不管安怎，我希望讲透过今仔日咱互相的鼓励，甲既然聊落啊吼，我看就算言毕吼，嘛爱搁拼落，啊，无影会倾家荡产，我认为袂啦，这等下无影伊就会讲。你看人咧女记者下买就买二三十本啊，啊来一下两个记者就买咧七八十本，好当的啊，对无？都啊唔免咱在场的你出手的，对无？所以一个过程内底，我想有无同款的气力，无同款的感动力吼，无同款的个性，无同款的出路啦吼。啊，这就是看因来安怎分享一下安尼吼。啊，我想这个过程内底，一个社会内底，咱。其实真侪议题，含伊小可会当牵拖着吼。比如讲，迄个最近咧讲媒体垄断的代志，当这种小众，但是嘛，因为小众多元啊，一直存在，就媒体就可以垄断。嘛，第三，因为强势媒体啊，当然，迄个女记者在场，诶，因的媒体观点很开，啊，伊下底袂安尼垄断。哦，啊，咱四新的陈大哥，我是真特懂，这我咱在地，伊嘛无垄断。所以
在这个过程中，我想有很多声音可以来思考这份杂志。那真正一台湾的杂志的成立，真正是真悲惨的有名。但是，虽然台湾的杂志都真短啦，我们卖含那些三周啦吼，还是天下杂志卖米币，除那个较小众的杂志，几乎拢真快夭折。但是有真侪杂志到今仔日对台湾历史影响阁真大，比如讲《自由时代》郑南榕的，同个你唔好自焚啦。那欠钱就家己记者讲者，因为伊迄个时代用迄个坚决的心有无同款的代志嘛吼，迄面对无同款。这但是倒是会当建议迄个，我看到西藏一条人的自焚，吐蕃人的自焚，恐怕应该办一份杂志，还有郑南榕安只自焚才对。哎呀，迄杂志才卖了好。啊，再来就是迄美丽岛，美丽岛杂志其实嘛，一二三四出四期，啊都无啊。但是到今仔日，伊就非常的珍贵，非常的重要。对台湾的历史，甚至是内底内容，拢是非常的重要。啊，我唔知影吼，内底人物应该拢较袂巧的，应该拢活的吼。内底有坑我吗？无啦，我着着安尼讲。所以内底就是应该袂巧。所以内底的人，当今是一个吼，每一个人有可能就是一部小历史啦。伊个咱若以前咧社会原则讲爱写存史，我相信这过程内底就具有这个。好啊，拖啊尼久拢无人搁入来。我其实是咧拖时间看场面较好看，来看起来安尼就好啊。反正即嘛等下两个记者拢走，就套动嘛，就爱刷场嘛。所以这个时刻，咱是毋是来一个掌声来欢迎今仔日跩小人物哦，迄、那个大作者，请因来。分享因安怎创办，啊，因这过程内底吼，迄落伊等下其他人是安怎拍波啊？尔，啊，迄落伊只有一个总编辑，啊，有听讲做行销啊，做记录的拢规定。等下到底角色如何，咱等下慢慢看落去就知影。来，咱是掌声，来掌声，咱的孙大侠，我是来看，活动算好唔好安尼吼？